也是啊，我怎么会觉得你们会这么容易就放过我呢？雪怪那边还有碎石吗？啊，你还没有历史吗 ？Very good。哦，黑鸡来楼上。啊？等一下，我准备一下那个东西，准备一下。耶比！好好玩哦。欸，我这边农田发现我的屋顶在漏，在我的天花板在漏水，没有头绪吗？没有欸，你应该找水电师傅来问问看。可能要找一下水电师。天嘞！干不不你啊，鸡呗！那你家更有意境了，对不对？你领你，是无限水吗？无限水。我说下面那是无限水吗？这边是无限水吗？那是不是上面是无限水吗？那你们是怎么倒的？鸡掰！这个水的源头在哪？我都不知道啊！我会捞一桶走吧。哪有人？白痴哦！你把倒在阶梯里，倒阶梯我怎么补？我在挖呢。不是哦，你用水桶把它捞起来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现在这边怎样啊？哈哈，教授，我是怎么捞啊？干你娘，这怎么捞呗？干你娘，这怎么捞嘛？鸡呗，这怎么捞？哈哈哈哈哈！把它填起来啊！干你娘，怎么那么幽默？谢谢。嗯，看我家门前有瀑布。我家门前，我家门前有瀑布。家门前有瀑布。哇，他这样掉都不会，都没有给溺死哦。啊，真意境啊！意境空岛，真的意境空岛。看我都要疯了。看，你不说会我家被改成水帘洞哎？看我这只是想在下面挖个。可以耕田的地方，不好吗？好美啊！好美，真的。真有美不是大自然的美，不是大自然的美。那个台湾首席设计师，自然景观要怎么读啦？你呀嘞！他这样要挖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是石头捞起来的。哎，你知道历史吗？历史都要挖，你知道？那才会掉，那才会掉碎石。啊，我这哎掉一个了。No， 没有大自然的。他还有大自然，还有大自然。为什么？哪边？他小啊！他小。谢谢。他小，这个到底啥小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水位一直源源不绝冒出来？意境，自然之美，自然之美，你要尊重大自然啊！他想要在这边，你把非洲威胁王扼杀掉。